哎，这有在吸耶！不简单吧？舌头是怎样？欢迎奇迹的四人的完成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玉彤，我在奇迹中饰演白中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徐凯，在奇迹里面饰演范哲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他是陈柏文，他在奇迹中饰演的是陈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他是张脸，他在奇迹中饰演的是艾迪。刚好就哎，刚好对啊，对啊，效果最重要。好，开始喽。第一题，二乘三加六乘四加八除二减三。再一次哦，二乘三加六乘四加八除二减三，预备开始。我们就可以打，我可以直接打。太难了，我们可以直接打吗？要出来呀！没有，我们要做完这件事。我得掉了。为什么？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我操！太难了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答案是三十。错啊！对啊，停血了。三十二减三，三十一。三十一啊！可是哦，我听成最后面是减二，但是我们用听的，我们没办法先乘除后加减。这就是一个困难的地方。哇哇，太难了！你懂了吗？哇，一题而已吧。Amazing！ 再挑战一次。准备好了，十八除以二减五加三加六减八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哇太快了吧！太快了！我看一下，没错，答对，答对！耶！你们怎么办到的？对啊，谢谢，我只能说辛苦你们了。洞口特别大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来比一下洞口。箱子已经扭曲。还好吗，箱子？不错。好了，没差了。箱子感觉有点……偶尔输一下，我先把箱子。偶尔输一下还好。我就在直播中有玩游戏，你们有在记比数对不对？有哎有，本来就平手。你们现在是平手吗？对，我们现在是平手。那所以加这一次加一喽。那是音后直播专属。对啊，我前面我们前面有跟你计较吗？什么计较什么？我前面那么多游戏 ，UTV 啊，什么黑洞啊，什么什么黑洞啊，我都忘了，我都没在想这件事。第二个游戏叫做七手八脚，就想和你黏 TT 蓝色，先讲绿色，绿色，好哦。接下来问对方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12月19号。哦，那你们会一起过生日吗？会。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？剧组的蛋糕啊，结果不是他送的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进组。对。今年会有，但他有送我个礼物了，就是拍立得。那他送过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马杀鸡。马杀鸡。按摩卷，免费按摩卷。哇，这么贴近，这么踏实。对，左手蓝色。同一个。蓝色。也是蓝色。直接打开，直接打开。直接打开。好 ，OK。那来问对方，知不知道对方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个部位？喉咙。打开那个水龙头之后就冲到喉咙，胸部，胸肌。你是真的有看过他洗澡？觉得我没有，我判断，我看到他的肢体动作应该第一个是先洗。右脚红色，右脚太简单了吧？那你可以看远一点啦。我不要。哎呦，我屁股要对你了。哇。对方压力大的时候会做什么？打排球，摸下巴。摸下巴。他就会一个这样子。压力大的时候也要耍帅，左脚。哦，走一点吗 ？OK 啊。好，那请背出对方 IG 的账号。L O U I。很厉害耶。I L U E。答错了。A B C D N A T。底杠。错了，你干嘛搞那么复杂？我每次标你都标的麻烦啊。那就是根本就是三分喽。来吧，一二
右手蓝色，黄色右手。好的，另一半今天的第一餐吃什么？对方的第一餐吃什么？完蛋了，第一题就那个三明治。是吗？你是三明治？我是面包，你是什么？我是 hamburger。OK， 可是没有，这个不是叫默契大考验吗？我们刚刚一起讲出三明治，这个其实蛮有默契的。对啊，没有，加一分，加一分，加一分，改变规则的。零点五，好棒。好，零点五。左手红色，红色。左手红色。哦，右脚黄色。右脚直接打开了。哎呦，哇，这样子啊？可以啊。这时候就要甩了他们，太强了，腿抽筋。哇，你们好像拍什么形象照？是现在拍一张，大家先截图，那种形象照。OK， 耍个帅。OK， 来，请问对方起床会先洗脸还是会先尿尿？哇，尿。可恶，太简单了。一二三，哦。哦，右手红色，右手红色，右脚蓝色，蓝色，哎，右脚有了，另一只那边另一只脚蓝色，另一只脚蓝色，左手，加油！哇，其实这两个随便摆就好像蛮帅的呢。这一张是我们帅，再一张，是我们帅的，是我们帅的头。问两个人的身高加起来是几公分？你们知道对方身高吗？知道。加起来是几公分？三百六十八。徐凯是黄色。黄色。嘿。哇！绿色。好。我就黑的。左手绿色。眼睛马上闭起来。请问徐凯的左手放在哪一个颜色上？哎呦，他的左手，我跟你说，红色。我觉得他的左手应该是放在，是蓝色，红色。一红色，查一题有答对吗？答对啦。请问芋头的右脚在什么颜色？右脚，我根本忘记颜色在哪了。绿色。好，随便猜好了。绿色。黄色。黄色吗？好，那这样子好像就是又是白饭 CP 得分，因为还有多了那个零点。OK， 我们难得哎。腹肌会不行的，腹肌那我们。但是平常谁的胜率会比较大？一开始我们比较像游戏黑洞，但其实有关默契，其实他们比较有默契。真的吗？对你们也蛮有默契的。我们是很有默契的，没默契。有感觉吗？第一这个比较有点高难度。哦，我先保留。哇，这个不得了。这个感觉许可。哦，有确定答案吗？你看你感觉有点在看中医的感觉，有十八分的感觉。OK。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，第三个，有什么想法吗？哦。OK， 有答案了吗？没有，没哦。我觉得第一个摸起来好像，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白白的。想起来有点白白的。对，我觉得有点白白。你是不是有在偷看？我没有在偷看，但我觉得白白。我感觉出来白白的。一种感觉。第二个是徐凯。哇，怎么觉得？他很硬。他很硬。对。就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他是全方位都蛮硬的。OK， 你有摸到全方位这样子。对，不小心碰到这样。第三个我觉得是陈柏文，因为刚好他不然说到，就是因为他常在投篮，所以后面就比较软。哦，我们先从第一个是谁举手？第一个是我，哎 ，OK， 第二个是我，哦，所以呢，第三个就是我。哎，我以为你们说我摸起来比较黑。哦，没有。好了，那你先摸一下博文的，还是讲一下这个感觉？哎，好，陈主席。有软吗？有软吗？有软吗？还是？没有，蛮硬的。也是蛮硬。那徐凯跟博文哪个比较硬？其实差不多硬，只是比较粗，只是他比较粗一点。有吗？对，有比较粗吗？你比较维度感觉比我粗一点。有吗？对。我怎么看起来你比较？哎呦，哇哦，哇，哎，已经碰到了啦，嘴唇都碰到了。犯规，这太犯规了。不行哦，我的焦点那个这一块太大了。第一次那么近这样子认真的看。看他们的，不是海景第一排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可以完全理解。哇，这个有在吸耶，在吸耶。哇，
哇塞，奇奇的。哇，感觉轻松。表演是这两个，我也饿了，这样子。你们你们要赢哦！他们这样子是很正常，他有没有什么新招？是不是自己帮自己弄太难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子你们赢的意义在哪里？是不是？太大颗了，对，太大颗了，还有一次机会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想和你看星星，想陪你去旅行，想陪你去想我。谁要咬掉呢？不简单吧？舌头是怎样？你是兔牙齿。哈哈，什么意思？不简单。